好，台大系统到底怎么了呢？好，这是有一名网友他透露说，他的长辈哈到台大医院预约，他原本要打的是什么呢？是莫德纳，结果呢，他突然就因为没有到货嘛，就跟他一直延期了。延期之后，他一查发现，哎，怎么变成？来仔细看这边。高端虽然很模糊，还是看得出来高端。我要打莫德纳，怎么会变高端？其中谁搞鬼呢？好，到底为什么呢？好，当然啦，最后就是台大系统出包。但是你要知道哦，台大这么大的医院系统出包，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没有爆出来，没有回过头去检视的话，会有人发现吗？还是他就被通知，然后他就打了高端了呢？有网友就回复了，他说呢，系统好贴心，怕你打不到，自动修改。好，也有人说预约哦，这个本人预约莫德纳，结果医院都预约莫德纳变高端，医院也没有通知他哦，是他自己去查才发现的哦。还好有查，不然打下去还不知道呢。还有人嘲讽的说啦，升级头等舱，多怕高端打不完啊！现在好像真的很怕高端打不完啊，好像很怕大家来抢莫德纳。就 BNT 马上要传出要来的消息之后，马上一堆人就是抢 BNT 去登记，那高端好像都没人打。可是说到这，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一次是台大医院把它改成高端，可是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有民众莫名其妙的没有选高端，可是就自动被勾选了。后来才发现新闻爆出来，怎么每一次自动被勾选的都是高端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政府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可以合理的说明。那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洪维议员有提到说，台湾这边已经取得的疫苗，政府自己买的居然比捐赠的还少。那这到底具体数字是怎么样呢？我们目前台湾已经到货了，一共有1389万剂疫苗。那其中我们被捐赠的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国捐赠的，美国、日本、波兰、捷克、立陶宛等等。那斯洛伐克的还没有到货，这种外国捐赠的总共629万剂。那另外一种捐赠，那当然就是我们鸿海啊、台积电、慈济那边的 BNT 已经到了93万剂，加起来这些所有是捐赠的，一共占了52%。那如果是只算外国捐赠的，也占了45%。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啦。如果说今天是美国、日本这种人均 GDP 还有 GDP 总量都比我们中华民国多很多的国家，人家有本事可以花砸大钱提早买到更多疫苗，并且到他们国内，然后即使他们国内那么疫情那么严重，也都还可以有剩余送给我们，那也就算了。可是其他捐赠给疫苗给我们的国家呢？我们比较一下各国人均 GDP， 我们自己我们是2.8万美元，那立陶宛呢2.2万美元，捷克2.5万美元，这一次的波兰更低啦，1.5万美元。大家想想看，这些国家人均 GDP 都比我们少，比我们穷，那 GDP 总量更不用说啊，立陶宛这么小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少，几百万而已，跟我们2300万能比吗？人家 GDP 总量跟人均 GDP 都比我们少，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提早买到到货更多的疫苗？而且请注意哦，陈时中我们政府不是大家一直都强调说台湾防疫相较于外国做的还是不错了吗？那既然这样子，外国疫情都比我们严重，理论上他们需要更多的疫苗啊，可是结果人家居然疫苗都还可以买到足够量，多到可以送给我们，那他们自己有没有好好检讨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之前在防疫筛检部分前面提到，原本政府前一年实施的居然是入境之后对于没有回报症状的人就不隔离了，就只隔离不筛检的政策，好不容易这部分改进了，现在开始全部都筛检了。那可是这问题解决了吗？还有很多该检讨啦。就譬如说我们这一次刚刚前面提到 CT 值2728以上的人到底会不会传染呢？还有没有传染力？这也是该检讨的啊。那乃至于说这个疫苗的部分，我们政府到底是哪里的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我们号称订了那么多疫苗，结果到货量到货率一直比人家低呢？我们检讨了吗？我们只会整天去那边感谢人家，我们有检讨吗？我们有反省吗？那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疫苗量不够是事实，那你一边检讨为什么到货率这么低之余，你是不是应该做好更合理的分配呢？可是我们看到很奇怪的是， BNT 来了之后，结果政府做出的决策却是让学生族群先打。那问题来了，相较于社会上劳工，学生理论上是比较可以有本钱在家里上课的，虽然有些家长有抱怨，但至少技术上比较可行，而不像劳工多数的行业都很难说一直长期都在家里工作。那可是问题来了，结果我们的政府却无视很多劳工每天都群聚在一起，这是办公室的风险，结果就给学生先打。
那为什么不是反过来说，先继续实施在家里线上教学，然后让劳工可以先打到疫苗呢？你陈时中他们可能会说，学生整天聚在一起，染疫的风险很高，所以要给他们先打。那我就觉得奇怪啦。如果你觉得学生那样染疫风险比较高，劳工大家上班风险没那么高，那你们这些陈时中这些官员、指挥中心这些官员，你们自己整天在一起上班开会，你们染疫风险是不是也不高呢？那如果不高，你们自己为什么优先打疫苗呢？哦、那如果你们第二类来了，对啊，如果说他们自己这些二类的聚在一起上班开会，染疫风险就很高，所以就需要先打疫苗。那为什么我们一般的劳工，我们也是朝夕相处八小时，大家也会脱下口罩喝水啊、吃饭，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劳工就不需要先打呢？这个逻辑真的让人想不通。